中心社中心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先勇，我现在在台北跟大家拜年，今年是龙年，希望龙年大家平安快乐啊，大家都过一个好年。今年是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，马上3月就要到台湾来庆演，这出戏。我们在这个全世界，都演了快500场了，所以这一次到台湾来演出，非常具有意义。